来杯酒，这儿。莫寒，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，我们应当共饮此杯。抱歉，我带你去洗手间整理一下。好。抱歉，会长，我有要事跟于小姐交谈。原来你在这儿啊，可让我好找。你喝醉了，我给你拿杯解酒茶。莫寒，你对我可真好。怎么可能这么巧？他也来找这种东西？难道他另有身份？